小姐妹们，今天来个咸口的，有没有食欲？这些都是我提前煮好的，然后串成了串。这个是今天的主角，做钵钵鸡的材料。然后一会儿咱们做一盘，把刚才那三包调料，然后拌匀，加水，然后倒进准备好的串串里。哇哦，越来越有食欲了。泡半小时，让它充分入味儿。忍不住了，姐妹们，我要开吃了。哇，